的小姑娘，小勇往前来了，小勇也很开心了，大家看一个人家乡呀。哈喽兄弟们好，我跟猴哥又到工地了，正在看老二干活呢。他现在贴的这个是小台阶已经贴好了，用点沙子把它洗一洗，上面这个小扶手上也贴好了。今天主要就是做的大阳台那边，过去给大家看看啊。到时候咱们这个墙面啊就不贴瓷砖了哈，这个把下面这个贴一贴，就是这儿这儿还有是下边一排贴到那儿，贴到阳台那儿，上面这个墙面咱们就刷漆吧。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到时候这个上面都贴瓷砖，然后这个下边贴瓷砖，一路过来一直到那头，上面咱就不贴了，上面和那个主要墙面里面都直接刷漆就行了。今天老二的两个朋友呢在做这个大阳台，扶手上的瓷砖都贴差不多了，就差外沿呢，外沿不够，一会儿司机去买还得买个十几箱过来。这是大阳台，越来越好看了，我觉得虽然有点花里胡哨的，但是颜值还是不错啊，兄弟们。咱们再来到里面看一下吧，我猴哥在这等吃饭呢。你好。你好。小黄脸面包，吃这个自热小米饭，一会儿就能吃了，对吧？对。咱们到里面来看看哈。厨房现在已经完工了，兄弟们，已经贴好了，亮堂多了，是不是？虽然有点头晕。操作台还行不？洗手池，这上面还没洗啊，到时候咱们再洗一下。OK 了，行了，到别的地方看看。卫生间，对。基本上好了，还有一点点马桶，还有那个什么洗屁屁的东西装好了。这个水龙头呢是洗个拖把呀什么的接个水呀，洗手池挺好的。但是咱们找的这个水电工装的这个镜子，我真是笑死我了，我跟猴哥都要笑过去了都。得亏我们心态好啊，我的妈呀，他居然这样给我装镜子。对呀，不是应该竖着装吗？难道还差什么呢？还差镜子下边的那个放东西的地方哈，还差放肥皂盒呀，放卷纸盒呀，什么这些小零件，还有一个这个这边还有那个淋浴的设备没买到，这两天挑好看的咱们再买啊。再到旁边卫生间再看一下，一样的造型，真的我都被他给搞晕了。大家看这个镜子，这人才啊，神仙呐、啊！他是完全按照猴哥这个身高来定制的。如果我们正常人头得杵到这儿不？那还得弯腰照镜子，真服了他了。啊，那这个能拿给我们这样？可以拿掉。哎呦，这个瓷砖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？这能不能洗掉了？等下回来，我来教他竖着装镜子。他们这个审美观点真是奇葩。猴哥饭能吃了，熟没熟啊？你这面包放在上面，面包也热了是不是？面包分一半给我吃啊。哥俩好面包，熟没熟啊？应该熟了吧，打开看看。哇，熟了。哎呀，好大好大。煲仔饭的香味挺好。还行，有点烫，啊，很烫嘴，水，给猴哥拿水。
来。好吃啊。嗯。肉是吧，这个腊肉肯定好吃啊。然后旁边啊是早上买的水梨，太烫了是不是？小鹏，好吃不干？猴哥不错啊，还留了点给老二吃吃，尝尝味道。吃饱了好好干，就是个好孩子。然后瓷砖好了以后啊，我们再去买那个油漆，刷墙的漆啊，到时候全部给老二来做。到时候我请朋友把颜色调好，他过来这个直接抹墙就行了。这个应该挺简单的。然后开始贴到这边了，兄弟们。老二跟那个小孩贴外面这个下面的砖，他还有个师傅呢，在里面贴这个大阳台的砖啊。没什么事情，我跟猴哥现在就回家去，对，好好过星期天回去做好的吃了，兄弟们，上车走了，兄弟们，回家去，嘿，嘿，看看小魏王，这是重点，刚刚给他吃了一口肉，这会儿要把这个排骨拿开他就气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肉好吃啊，哎呦不能吃到你的眼睛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好吃啊。拉走他就哭了，气了，哎呀，气死了，可爱不，兄弟们？哎呀，吃到嘴了，你看，牙都没有，也吃不到，只能尝尝味道。嗯，给他吃吧，给他吃吧，生气了，骂人了，骂人了，骂人了，哦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，抱一抱，抱一抱，对。哎呀妈，生气了，你看，快吃吧，嗯。来电了，兄弟们，外面刚刚停电啊，那个供电局的修电刚刚修好，咱们现在重见天日。再介绍一下，烤的这个是羊肉串儿，烤肠，这是羊腿，咱们羊肉这个串儿这个是从羊腿上卸下来的。那你带你去游乐场玩？哎，对，我跟猴哥还去游乐场，瀑布，对，都去过了，好玩呐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大腿绳子！你呼吸还深吗？好不好玩，猴哥？好玩，吃烧烤。对，我们吃烧烤就跟家里一样，嗯，很好吃哦。有好吃也是羊肉。对。等到我们村里有富人给你做烤鸭，是不是？烤鸭？没有鸭子怎么烤啊？你们这里鸭子太瘦了，没有肥肉，怎么烤啊？谁鸭子的？是不是？这上烤鸭皮也不会脆，是不是老大？嗯，这里鸭子那个没有肥肉，知道吧？不香。中国的鸭子呢有肥，懂不懂？有肥肉。鹅。对。中国鸭子干净，这里非洲没有干净。哇靠，猴哥，吃这个烤肠太香了。马上我烤肠好了。马上大胃王，这个大胃王的烤肠，兄弟们，马上好了啊，烤一烤。小胃王还想吃肉，你看吧，他马上长大一点就给你抢肉吃了，猴哥，你给不给啊？给不给？给呀啊！跟大王抢呢。大王，你给不给啊？你孩子给你抢肉吃，你给不给啊？我吃饱了。你吃饱给他吃啊？这是正儿八经的非洲妈妈，兄弟们啊，咱们不能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他啊。大王说的是没错的哈。我不吃饭，我掉了。大宝来，咱你不吃饭，他掉了。不是，他说，小孩。小孩饿了，饿晕倒了，大人抬着走。啊，大人能拿他走是吧？嗯、啊。但是小孩，但是大人晕倒了，小孩搬不动他，是不是？所以虽然大人吃。也对，也对啊，这是长期，可能还不是十年、二十年养成的，几百年养成这个风俗啊。妈妈。这个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嗯。小亮哥穿着小姑娘，小亮哥来了。
逍遥也很开心的，大家看。一个人家乡。